给我消失的。对的。人怎么还没到啊？就他。就他。行吗他？不知道。我坐你靠右，承认我有点腼腆，却又恰恰好透。名义上你是我的助理，但我任何的事情都不管。实际工作就是开开车，其余的时间在不影响其他人工作的前提下，你随意安排。谢谢你啊。你这是在认真驾驶吗？知道了。我是老板。等等，放心吧。警察同志，你好，你严重超速。今天我谢谢你，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再有下次。点消息都没有，也太穷了。老板在哪？被卡老板绑走了吗？我们动手。我的人不是你说动就能动的。是不是很崇拜我？你打一个六十分，天天整那个英语王子似的。长得怎么样？你是在暗示我什么？他就像一颗陨石。不说有空了，再买身衣服。行，王杰。虽然在别人看来没什么，但这个湖终究是跟以前不一样。你觉得哪一个好？哪一个就好？行，那我去试试。没有想当家伙，长得也挺不错的。上周也来了照顾，所以就做了早餐。你觉得我现在这个长相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吗？你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坑啊。怎么可能啊？抓娃娃，今天就让你抓娃娃抓到手软。那么好的氛围，如果是我肯定就不想来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啊？我现在就很喜欢你。